呦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这，哎呦，你瞅瞅，哎呦妈呦，这，嗯，来，马桶得痔疮了啊！啥？你看那弄桌子上的血，你看。咦，我的天哪，马桶痔疮，我跟你说。咦，你都拉着鞋子黑了呀，乖乖。可能里面带奥利给吧。你别恶心了，这咱的餐桌。马桶，你怎么会得痔疮呢？很奇怪，作为一条狗，你居然会得痔疮。别动！别动！你这个怎么这个腿儿？给！咦！瞅瞅马桶！咦！绝对是痔疮癌晚期啊！我跟你说，啊！我去！你作为一个狗，你居然会得痔疮，我真服你了！快把那点血给它擦了，给它血给它擦了！啊，你给它擦了！擦了！哎呀！彤彤，哎呀，你别动！你痔疮了，晚期！你别动！呦！你看，哎呦！你看你拉的尾巴上都是血，是不是啊？马桶，咦，活不了了，马桶，咋办嘛？咋办呢？我的天爷呀！这血都给你清清吧，彤彤。你这个痔疮上的血比大海吐的血都多。马桶，大海，擦擦药啊，擦擦血，把血擦擦，然后咱上药，好不好？干啥？马桶缩了一个团儿，你怎么还有死夹子呢？缩了一个团儿，别动马桶啊！他的这个表情，哎，马桶，一会儿清理，咱上药。这个腿，你干嘛呀你？你臭粉，你看，哎呀！其实在外面有伤口，真有伤口，是吗？有伤口，你看，马桶，真流血了，真流血，得马桶活不了了。刚才桌子上的血是我们俩骗马桶的，这桌子上有，但是马桶刚才都露馅了，这个血浆都出镜了。但是马桶现在的屁股上这点血是真的，他屁股外面多少有一点那个痔疮。他确实是有痔疮的啊，只不过说是不严重。没那么多血，而已。对，没有那么严重。我们需要给他清清。清。马桶，你这啥表情啊，马桶？啊？这腿儿翘起来。我每次看大黑给他擦屁股，他这腿翘的时候都可搞笑。这个腿，马桶，你擦好了没？没有。大黑，这得轻一点擦，因为这有伤口，你擦到那个还是。你在马桶？哇，电动小马达啊你！我都不嫌臭，你别给我事多啊！一会儿给你上点药，听见没？听见没？啊？划船呢你啊？笑死了，快！哎呦！你把你那个脚给我老实一点、啊。哎呦，马桶，你别这么搞笑行不行？你家里还有钢泰没有？钢泰。啊？咱家啥时候有过钢泰呀、啊，哥？等等我去给你拿药啊！去拿药，别跑！